和周杰伦结婚后育有一对儿女，一家四口生活幸福，也常常透过社群网站分享日常点滴。近日昆凌在网上po出一张全家福，但仔细一看却发现竟然悄悄多了一个成员。昆凌15日在网上晒出粉丝送的礼物，对方送了一个自制的可爱相框，还特别将一家四口的大头照合成像超人的身体，模样非常逗趣可爱。而另类的合照中，他的爱犬 Maggi 也在其中，变成五个人的全家福，让他开心直呼 so cute。 事实上，昆凌也曾说过想生五个孩子，原本希望在自己25岁前生完第三胎，却因罹患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计划有所改变，而他也表示先把身体讨好再说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